者钟志海台北报道。自17岁艺人唐从盛长期为失智母亲所苦，每月耗及石墨请看护照顾近80岁的母亲，24小时不止歇。如今母亲已失智9年，却一直记得要实现一件事，做唐从盛帮忙圆梦了。做唐从盛在冲绳打卡，他透露母亲愿望就是想去日本，如今总算达成，两个女儿也在旁。他说一直记得想去日本的梦，怕现在的日本太冷，带他来冲绳走走也算是圆梦了。 PO 文状态显示觉得满满的幸福。唐从盛为母亲圆梦，版社自脸书唐从盛 PO 出母亲去日本的照片，版社自脸书。